一起来看看华为真的是让大家太称羡了，好厉害，好棒啊！华为呢？豪值770亿人民币分红啊，分给14万员工，平均一个人54.2万人民币。好，另外呢，华为在2024年前两周智慧型手机销量击败了苹果啦。好，然后呢，这真的是201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首度重获了冠军赛，你看达到一个 tipping point 来了。对，华为这个公司它不是是公开上市哈。所以它是等于就是由员工共有的公司，那当然这样的公司向心力就特别强了，然后它这个不需要向外募资，可见它的营收是非常健全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它就是说它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啊，也非常的快。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模式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所谓上公开上市，把它的这个决策啊还有什么哈。交给股东，交给股东啊、哦嗯。那这个结构看起来，在以华为相较的话，华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公司。那当然，他大概现在员工，包括他退休员工，大概就14万多人啊。他最近几年大概都是发股利，都是差不多1.6、1.5、1.4左右这个 range 啊。所以不是今年拿54.2万啊，最近几年差不多都是不错，每一个股东都可以拿这么多的这个分红。哎，我补充一下，2011到2022，它大概好包括2.11元、1.86元、1.58元、1.6元，今年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光这个数字也是吓死。对，它每一年差不多最近五年都是拿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分红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啊。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营运的模式，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多国家未来发展公司一个参考啦。对，你事实上你都把它公开上市以后，虽然它是财务啊什么啊，还有可是它按照这些股东啊这些整个的这些不同的意见进来啊，那是不是对这个公司的竞争力啊发展是有帮助啊？那华为例子就不是，那我觉得华为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精英领导的，它里面把最优秀的人才，那它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什么民主讨论程序哈，他是用这个精英的判断跟他的智慧来决定，那成效非常的好，对，然后他也很多时候不是完全以利益导向，对对，比如说他有很强的民主主义的情怀，对不对？他为了发展一个产业，他考虑到是整个国家的未来的这个竞争力，没错，这个一般有时候这个公开上市公司他就没有办法有这种社会责任那么强的社会责任，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公司基本上是一个，我觉得是未来公司发展一个范例了。那当然就是说今年它的去年了，2023年是一个它的一个大丰收年，没错，我觉得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接。从这个 Mate 60 Pro 出来以后哈，接下来又是鸿蒙的哈，这种纯血鸿蒙，对，然后这个问界哈M9 M7 也不错，这些车子的推出来讲，都让这个整个外界都是耳目一新，而且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也申请专利，就是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那所以这个公司事实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骄傲啦。我觉得公司本身就是一个骄傲，而且我们过去去年谈了很多华为，就认为它是一个公司对抗一个国家，美国啊，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对，就点名打压它。它当然手机原来是全球市占，本来要超越苹果，就被美国卡脖子。对，那问题就是3年多的时间，1500多天啊、哦，它就成功的突围，这个不容易。那当然就是说这一次它的这个 Mate 60 Pro 哈、哦、是用7奈米啊、哦。那问题这里面大家就是说7奈米生产出来，你在没有极紫外光机的哈，你只有深紫外光机情况，你做出来那就是技术的突破，这是制程上面一个突破。可背后我觉得最大一点，最大就是海思，海思也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晶片生产的这个公司哈，它能够生产出一个晶片，因为晶片很重要的就是设计晶片的软体也被美国人给断了。对，美国是先断这个晶片设计的软体 ，EDA 先断。那很早人家就是说，华为可能在 EDA 这个方面哈，就是说晶片设计的套装软体上面啊，已经突破了。对，那现在就证明了。是。那所以就变成华为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上面哈，
这个也有突破，升腾 910B， 事实上是直追到哈这个哈 NVIDIA 哎的这个所谓的智能晶片，就是说 AI 晶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打开了一条杀出一条血路啦，那起码在未来的这个三五年之间哈，那么华为啊还是可以带领中国整个的这个哈，这些高端的就是说。晶片相关的技术啊往前冲，所以我觉得华为一方面呢，财务上也很成功，或正好它财务成功，基本上是用它产品的竞争力，对，然后公司不断的突破各种的这种啊障碍，才有今天啦，这个公司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对啊，其实你看你卡。华为，但是华为现在不断的突围，而且呢，它代表的是一个哈中国人不怕你打压的一个韧性。那你看华为崛起了最近呢也有人就讲说哈，我们之前大使也帮我们介绍过哈 ，Tesla 哈在极寒的状况之下，这个电池发不动，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手机也被比较了哈，-30°C 的话来看一下哈，13台手机到底谁最抗冻呢？这是有部落客跑到蒙古去看了哈，然后就发现呢手机啊，尤其是呢 iPhone。最早出局，他说 iPhone 撑了15分钟之后就关机了，小米是18分钟，但是华为、OPPO、VIVO 都是撑超过了5个小时以上啊！哎，这个是哈遥遥领先的遥遥领先。另外呢，苹果说什么要脱离中国大陆，要让印度去制造嘛 ？Vision Pro 本来说要救那个苹果，但是呢就被讲说它跟 iPhone 一样哈，苹果公司只负责设计啦、组装哈，还有包括了生产都在中国大陆进行，就是一款呢中国制造的精品，是由 Vision Pro 是由昆山的立讯精密来代工的。对，我觉得就是苹果，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一个只做这个哈设计的一个公司，那行销设计，然后品牌的经营，那它的这个生产一直都是靠中国。对啊，它现在这几年有点想要琵琶别抱去找印度啊，可是中国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就苹果在中国市场人。中国的消费者认为这是我们生产的，对啊，所以我还想用你呢，对，我还捧这个厂，对，你现在你苹果对不对？你跟着美国政府走，你把中国生产线拿出去，你说变成将来的印度制造的话，那这个中国市场化，基本上这个我觉得中国的消费者对苹果的观感就会改变，那虽然就是说苹果的这个 CEO 库克到了成都，他特别跟中国的消费者喊话嘛，他说我们95%的这个产品还是在中国生产啊，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慢慢要移出中国，那你移出中国的话，你中国的市场啊会掉你的市占率哈，那他也必须要考量。那不过这个最新的产品，我觉得就是说以这个制造的这种哈可靠性、品质，还有这种产品很重要的哈。就人家讲，其实当时鸿海他创造一个代工模式，很重要一个纪律。对，也就是说你在生产的时候过程中啊，你没有一只手机会流出你的生产线。然后这个手机的所有性能跟它的功能新的上也不会流出任何生产线。你想想看，这个你要开始问世界，你已经有这个好几百万台的手机已经要制成放在那边准备出货了，然后。你可以保持这个业务机密，这个是何等的这个哈纪律，工厂的纪律啊，这种纪律，事实上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哈鸿海他们创造的一种代工的纪律，那这个在任何地方大家都可以达到这个纪律，那印度可以吗？不行，印度可以吗？然后就是说良率也不行，良率也不行，那你现在这个 Vision Pro 是看起来了，有人说是。这个 Apple Watch 推出一个，就是说一个新产品，就是说你本来制作的，你说一个 Apple Watch 出来啊，1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突破，对，就这个 Vision Pro， 是，所以你还是要靠中国的代工业者帮你哈，帮你来扛大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政客一直想要美国的制造业好，美国的这些产业跟中国大陆好，这个脱钩啊，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实际困难的，不过。苹果的问题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这个公司啊，以他的进取性来讲啊，远不如华为。对，华为你看哈，他没有说10年前说我要生产电动车，苹果10年前就说了，没错，对不对？可是华为没有说，快开始说的时候车子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华为现在车子
大卖、啊、下下轿啊。对对，这个而且它这个进入这个电动，这个说未来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领域，它是全方位的，取一个万物互联的概念进去。你苹果在干嘛？嗯，苹果没有东西啊，而且现在苹果的产品的话 ，iPhone 15出来，这个美国自己的消费者的评价我记得很清楚，没有升级感。对，就是你跟 iPhone 14有什么差别？对不对？现在郭明奇他居然说 iPhone 16也没有升级感，还没吹出就没升级感。那所以明年的市占，所有这些专业的评估就是说 ，iPhone 会掉苹果会掉15%的这个销售啊。嗯，就是跟这个2023相比啊，这对一个公司来讲是极大的打击啊。对啊，那15的这个市占率没有了。那在郭明奇讲说，2025会出来比较有升级感，说 i17 可能才有升级感。那请问一下你，那你2024干嘛？对啊，顶着赔，等着哈，市场败，那这个竞争激烈，哪有他的？哪有这个时间的让你这样去浪费嘛？嗯。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